本来我是这样子想，像这一次大法会，这 California for small girl 这没来，啊，只有一个来，是魏思源吧？啊，就只有魏思源来。那加州呢，一直都是在干旱。啊，加州一直在 California 一直在干旱嘛，没有下雨。啊，这个林森上师啊，为加州这个求了，跟我求了，我说好啊，我记得，我回去帮你求一下。结果久旱逢甘霖，真的久旱逢甘霖，真的。慢点鼓掌，久旱逢甘霖，两滴，才滴两滴，就是下一点点呢。啊，现在下2次是吧？但是不够啊，是不够哈、啊。我本来是这一次法会的时候啊，加州市大妈来，如果祈祷啊，这个魏思源啊，这个还有哪一个？陈长芳，还有呢？孙爱珍，还有呢？蒋冠龙。对啦，这 California for small girl，如果他们四个到，这个孙爱珍呢、啊，他是跟观世音菩萨相应的，啊，他是第一个跟观世音菩萨相应的，只要这四个大妈齐到，一起到，在龙王啊，在我们这个龙王碑啊，我们的龙王亭的龙王面前，四个一起，我就请他们四个来这里求一下龙王，加州都会下大雨。就会下大雨。为什么他们四个要祈祷？因为他们四个是连成一气的。一个孙爱珍，其他三个大妈，就加起来合起来四个力量。龙王一看到他们四个，他们上次有求过一次嘛？有灵有验呢、啊，加州很快就下大雨，可惜他们只来了一个，其他三个没到，我就不能说勉强了，你们四个一定要来，他们四个只要站在龙王面前，那龙王都要站立，都要站起来，那个合掌一求。龙王就要到加州去的，一定的。所以看看谁有力量啊，把他们四个请来，求一下这个龙王。师尊求药师金母，只是跟药师金母讲一下。那天我说好了，我回去求了，我就跟药师金母讲，药师金母啊。这个加州干旱了、啊，那个莲生上师啊，也包了一点供养给我，钱已经拿了，这个不给人家下雨，不好意思啊，给一点面子，我就是这样子跟药师金母讲的，结果真的久旱逢甘霖。
两滴。他们四个人才是大力啊，尤其是孙爱珍，他跟观世音菩萨相应了、啊。因为啊，这个各有因缘。其实师尊如果去求龙王，他也会答应的，因为师尊本身也有跟观世音菩萨啊，这个跟药师金母相应，跟阿弥陀佛相应。那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弟子，当然我去求龙王，龙王是勉为其难，他一定要答应的。但是呢，我不能去求啊，因为因缘呢、啊，在孙爱珍，在释达妈身上，我不能去求，我去求就勉强了龙王。这样会不好意思。所以各有因缘。我说释达妈去求这四个大美人，年轻的时候了。四个大美人一求，这龙王啊，这恭敬不如从命。他们就一定会的。那观世音菩萨很慈悲，尤其这个孙爱珍带着观世音菩萨来，那力量就很大。所以这个是缘啊，我回去。只是跟药师金母讲，药师金母啊，因为这个人家的供养我已经收了，但供养不是很多了，也是 也算不少啊，也算不少啊，也算如果讲多呢不是很多，讲少也不是很少，但是钱已经收了，我只好跟药师金母讲了。然后这金母就去做个面子给师尊，这只是面子而已啊、哦。言在孙爱珍，在四大妈，可惜他们这次法会没来。嗯，阿弥陀佛。所以有时候救度也是有因缘的。不是说啊，师尊什么都救，那也不太对，也要分配工作给他们。